那么大概的起点旅游路线。9月30号夜里，我们先到了西宁怀远夜市吃点东西。银川人民吃的毒物还挺多的，吓得我赶紧尝试了一下。蝎子是所有虫子里面最好吃的，一定要尝试一下。那是造型最正常的，这咋吃啊？我们选择了活蝎子，活的，老板大概给油炸了一下。炸了。实话，好吃，好吃。我们目的地是内蒙英雄会，路过银川就选择进影视城看看。这里拍摄了很多电影，最有名的就是《大话西游》。只不过赶上旅游旺季，紫霞仙子批发市场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影视城整体来说开发的还可以，就是有些场景比较诡异。看完影视城，我们就从银川出发到阿拉山，已经可以看到英雄会的大门了。在这里取一个号码牌缴费门票，完成后就可以进去了。新买的无人机正好拍一个全景看看。网上争论去左旗还有右旗，我觉得没必要，玩的开心就好了，各取所需，自己水平如何还不清楚吗？好吧，扎鸡了。这里是我们的帐篷，沙漠上露营睡起来还是很舒服的，软软的。这里还有免费水电，非常不错。我们用的是三分粗和黑冰的睡袋和帐篷，还有红旗妈妈的帐篷，夜里保温不错。白天我们开车体验下了虫撒，水平有限，差点先进去。我们开的是奥迪的 Q7 速，整体表现还不错，虽然比不上专业越野车，但是乐趣也体验到了。夜里无人机表演，100多一辆车的门票，其实露营一晚上就值回票价了。我觉得别想太多，以为起什么的都是不存在的，大家都是平常人。音乐会要门票，我们就没进去。门口玩了一回套圈，赶集的感觉有没有？有几个老司机生了一把大火，照了照感觉，非常棒，赶紧去围观了一下。惊喜太多，持续了一个小时的烟火，我被震惊了。现场气氛也到了最高点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10月3号，我们开车准备去额济纳旗胡杨林。一路上的漠北蒙古的辽阔和荒凉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，是不是能看到犹如火星地貌一样的风景？嘿嘿，终于到了我们的酒店，一晚上800国庆是珍贵。有房车或者喜欢露营的，其实可以周围找个野地方露营，非常省钱。我们白天在周围探索地形，随便开车玩，没太多目的性。公园外的胡杨林依旧很多，周围正好碰到有人车先进去2个小时，我们赶紧上去帮忙，最后终于脱困了。司机非常感谢我们，送我们了一些吃的。不远处还有辆宝马先进去了，但是车太重，最后来的救援才出来。救援别人了一上午，
坐在沙丘里面吃一个午饭。风太大了，挖了个坑。回去路上发现一个出隔壁老乡墓捡石头。紧接着我们就开车去了测可口岸。这里已经是内蒙和外蒙的边境线了。不太推荐大家过来，这个口岸真的太贵，缆车加上门票几百块钱。这个缆车我以为会坐很久，结果不到三分钟的路。到了之后，我以为可以看到什么风景，结果还要买门票进去。很多人进来只是因为不甘心买了车钱，就又掏钱进去。里面只有一个街北，什么都没了。我们内蒙的行程就结束了，准备向南甘肃嘉峪关。期间我们路过了一个野生景点，据言遗址似乎是汉代的一个金寺要塞，后经过元代整修过，看起来非常沧桑。前面是沙漠，侧边是戈壁，但是后面是一片草地，很神奇。我们戈壁上捡石头了一上午，腰酸背痛，就在这个要塞旁边干饭。感觉咋样？感觉好得很，开心不？要拍吗？开心的很。要拍不要？哎呀，这粉红色，粉红色。看你吧，我看你。夜里我们就到了嘉峪关，先去富强市场吃点东西，正好在酒店旁。这个夜色很热闹，味道也不错。不管多少钱，十块钱。他是那个什么，我休息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去嘉峪关长城看看。明朝万历长城西端的终点，建于1372年。巍峨壮观，筑城于寺，被誉为天下雄关，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寇。饭也没了，那弄个啥休息的地方也没了。
结束了甲鱼馆的行程，我们准备去祁连县。这里正好路面塌陷，从这里开始海拔越来越高。升起起来咱也我们到了大董树垭口，位于海北市祁连县，海拔4120米。我们上来正好赶上大风雪，不然风景应该很好看。甲鱼馆到祁连县，我们待了一晚上，就接着赶路去青海湖。这一路的风景太美了，从沙漠我到草原，再到雪山。我们的路线安排也很随意，只要到了就可以了。中国的西北地形丰富，真的值得开车自驾随便走走。开了800公里，我们终于到了青海湖。青海湖东侧首先看到的是沙漠。我看了下地图，南侧可以开车到湖边，这里似乎还可以露营，非常推荐大家来湖边露营拍照。我们看到一个湖边的藏民，就去捧场一下，生意也不贵，身边还尝了一哈湖水的味道，确实有点咸咸的，大家可以来感受。我们的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关注，一键三连哈。